aespa 近日回归成绩亮眼，也受邀出席 K-Wave 音乐会。不过却在活动快开始前 ，SM 娱乐公告宁宁因为在彩排中出现晕眩还有脱水的状况，已经立即将宁宁送往医院，医生建议充分休息。公司表示将优先考虑艺人的健康和安全，并尽最大努力确保宁宁能够专注康复，所以将缺席 K-Wave 舞台，造成粉丝不便，很抱歉。突如其来的公告让粉丝们都很担心，也抱怨公司给 aespa 在回归前还安排了多场校庆活动，打歌舞台需要凌晨预录，行程太满，根本无法休息，终于把成员给累坏了。希望公司平时就要注重旗下艺人的健康。而 aespa 虽然四缺一，仍然在 K-Wave 带来精彩的演出。